宅女市场主打更好效能的电竞笔电，现在在市场上面战火逐渐白热化。华硕呢推出最新的电竞笔电，不但呢有通风扇来帮忙排热，贴心快捷键呢一按还可以同步录下游戏的过程。而抢在华硕之前，这是技嘉还有微星也推出类似的产品，在价格上面互相捉对厮杀。华硕最新的电竞笔电，除了玩起游戏非常顺畅之外呢，还贴心设了快捷键，只要按下一颗钮就能录下游戏过程。厮杀痛快，过程全都录，玩家直接就能PO网分享。华硕电竞旗舰机要价将近10万，红色通风扇直接排热。游戏的快捷键的设计，可以让你快速的连上一些常用的游戏网站，或者是甚至可以设定一些组合技。卡牌大师女刺客拿着小资最爱的入门款电竞笔电，红色背光键盘，15.6寸荧幕，售价4.29万。另一款金属外壳打出超薄的2.06公分，售价5万有找。一般的玩家可以用很入门的价格，就可以做到后续就可以做到很多的效能的升级。不让对手抢先，微星早一步推出新品，号称最轻薄高效的电竞笔电，13.3寸荧幕，重量才1.2公斤，搭配外接扩充盒增加效率。技嘉新款电竞笔电是7.3寸荧幕，显示卡号称不输一般桌机，几乎同样规格，硬是比华硕便宜2万多块。微星或是技嘉的话，它的性价比部分价位还是会比较，相对来讲会比较经济划算一点。瞄准宅男商机，电竞笔电霸霸款准备在16号起跑的春季电脑展上业绩冲出红盘。东森财经新闻陈敏芳、梁丽推报道。